哎，这是？这你都不认识？这是云南的一种水果。对了，现在评论烟花许愿会触发神秘烟花特效哦。水果，不过这颜色该不会发霉了吧？嗯，酸酸甜甜的，还挺好吃的。这也没发霉啊，那这是什么水果？哎呀，你弄的你这边的粉色。哎，鬼椒面看起来好辣。这可是全网最辣的面，敢吃吗？最辣的面，我不信。现在评论烟花许愿会触发神秘特效哦。哇，好香啊！面条筋道，又香又辣，就是这个辣度没啥感觉啊。我靠，好辣！还好我昨天进了水。我靠，这水的味道怎么怪怪的？你弄弄你这边的粉丝。哎，这是，我去，这是奥特曼果冻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很好吃的。哇，每一个果冻上都有不同的奥特曼。现在评论烟花许愿会触发神秘烟花卡片哦。哇，看起来就好吃 ，QQ 弹弹，又酸又甜，再来100包也不够吃啊。对了，有人知道这是哪个奥特曼吗？在，哎，这是芋圆，正好有瓶忘记，那就做个芋圆奶茶吧。现在评论烟花许愿会触发神秘特效哦，快去试试吧。Later。我靠，芋圆还能变这么多？现在把旺仔倒进去，简单美味的芋圆奶茶就做好了，真好喝啊！没想到在宿舍就能喝上奶茶，太过瘾了吧？哎，你看见我的泡泡猪没有？什么泡泡猪啊？没有啊！我靠，我的泡泡猪这么能吃！我去，烂煤球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能吃的小煤球，你尝尝。小煤球，哇，还能吃？对了，现在评论加油会触发神秘特效哦，快试试吧！我去，和巧克力长得好像啊，这味道也一模一样啊！我靠，这不就是巧克力吗？这不是煤球吧？你还不相信我？那你弄了你上面的粉丝啊？哎，糖糖太太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糖，这你都没吃过？什么？这是一种糖？对了，现在评论烟花许愿会触发神秘特效哦，快去试试吧！我去，长在弹簧上的糖，好神奇啊！哇，一股葡萄味，面包好吃又好玩。怎么样？过去的糖好吃吗？我靠，过期。哎，这是牙膏牙刷？饿疯了吧？这不能吃啊！这是一种糖，你没吃过？糖？不会真的有人吃过吧？我先替你们尝一口。嗯，甜甜的，还真不错。哇，好甜的糖浆啊，还挺好喝的。这真不是牙膏吗？真的有人吃过吗？我去，竟然是 PTT 微电台食品家，10块多钱一个的煤球糕，先上锅蒸一会儿。现在评论烟花许愿会触发神秘烟花卡片哦。哇，好软啊！糯米的香甜味浓郁，又软又甜，一口下去太满足了。再来点旺仔牛奶，这个在 PTT 搜儿童节旺仔牛奶才6块多一瓶，奶香味十足。哎，我的旺仔呢？我靠！我去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海胆。这是南方的一种水果啊！南方还有这样的水果？对了，现在评论加油会触发神秘特效哦，快去试试吧。闻着没啥味道，哇，和荔枝一样，果肉香甜。没想到这红色的也好吃。哎，这水果叫什么名字啊？弄了你这边的粉丝，他们肯定吃过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从来没见过。这是闪电糖，竟然会被电晕。电晕？这么神奇？哇，竟然是一片一片的，这也没啥感觉啊！再吃一口。这口感像在吃牙膏，都吃完了，也没被电晕啊！又骗我，这糖不是像你那样吃的，不信你问问粉丝。那该怎么吃啊？妈呀，这在 PTT 搜班干部版面才2块多一个。班干部，又想说梦话。再来点小时候最爱吃的糖，这个在 PTT 搜庄会友会才2块多一包。对了，现在评论加油会触发神秘特效哦，快试试吧！哇，看着好有食欲，面条筋道又香又辣，再吃一口尝，太好吃了吧！哎，哪的水啊？我靠，上喷的口水吧。好饿啊，有没有吃的？竟然不理我。好啊，看我魔法攻击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是大米。天气这么冷，做个八宝饭吃吧。加入105度的开水。八宝饭我喜欢吃甜的，蜂蜜多来点。哇，好香啊，先尝一口。等一下，千万别吃，吃了会出大事的。啥？为什么不能吃啊？饿死了，饿死了！别抢了，给你。哎 ，Fluff， 这个在 PTT 搜大秦时刻才4块多一个。对了，现在评论烟花许愿会触发神秘特效哦，快试试吧！泡面3分钟泡我只要。哇，好诱人啊！劲道爽滑，太好吃了吧！别吃完啊，给我留口汤。好嘞，他喜欢辣的，用这个辣椒面。PTT 搜翠红食品，只要3毛一袋，又香又辣。我给你留口汤，你快尝尝。哎，好大的汉堡汤！哇，看起来就好吃。对了，告诉你们哦，现在评论加油会触发神秘特效哦，快试试吧。哇，一口下去真满足。哎，我的汉堡糖呢？我靠，咋办啊？有了，给他现场做一个。哇，这简直一模一样，他肯定发现不了。你的汉堡糖在我这，给你。怎么在你那？你偷吃了吧？没有啊。不对呀、啊，这汉堡糖味道好奇怪啊。我靠，出去。这是，我去，哪来的蛇？快醒醒，快醒醒！你床上有蛇？蛇？哎呀，那是吃的，不信你问问粉丝。什么？这能吃？What?
对了，现在评论2024加油，会有人来暧昧你哦，快去试试吧，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哇，不行，这也太吓人了，这到底是什么？真的有人试过吗？这个吗？还是留给上铺吧，睡觉。这是2元1袋的脱肥，它有好几种口味，不过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草莓味。对了，现在评论2024加油或者加油，都会有人来安慰你哦，快去试试吧，先吃一口。哇，满满的果肉，又酸又甜。再喝口草莓味的汤。哇，太香了。哎，我拿过期的脱肥去哪了？什么过期？